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 Untitled Goose Game。今天就继续来恶作剧吧。接下来这些东西我都完成了，但是我没有按到录影，所以说就快速的把它解决掉吧。首先打坏扫帚的部分，就是要跟那个商店阿姨抢扫帚，所以就是来到这边，他会拿扫帚过来，诶。要让他拿扫帚打我才行，快点拿扫帚，跟你抢扫帚，嘿，来不及了，抓，我跟你抢，然后就可以了，打坏扫帚完成，再我把这个拖远一点，接下来他就走掉了。然后第二个是把小男孩困在电话亭，这个再晚一点，先从第三个戴错眼镜开始。首先悄悄的跑进来，咦，好像有被发现吗？没有，他拿着棍子，这样好像更危险了。拿着棍子的话，那就来捏一招好了。这个，让人买回自己的东西。这个就要把他的飞机偷走，之后把他放到这边来，把他放上来，把这个，咦，他好像一直想要拿棍子，先躲在这里，他会把那个飞机当作是他的东西。刚刚是这样解决掉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要捞到外面来？他什么时候才要把飞机拿上去呢？顺便把这个拿走，把这个拿走，这样他才不会一直用这个追我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你想他要找飞机？阿姨把它放上来了，之后再来对小男孩做坏事，被看到了吗？偷绕跑，首先我要偷他的眼镜，所以说他的鞋带，咦，来不及，脱，我脱。眼镜拿来，之后把这个拿走，藏在这边，这样他就会戴错眼镜了。他把我刚拿给他的戴上去，所以这个也完成了。接下来是购物的部分，这个东西先把它拖远一点，拖远一点，拖到不会让阿姨找到的地方就行了。大概这个位置，然后哦，这个意外的跳上去了。他在找飞机，首先卫生纸一卷，把它拿过来。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放在旁边就可以了。再来是蔬菜、水果。这个就只要随便拿一个就可以了。大葱，把它拿走。再来就是一些食品，那个发刷就是那个梳子，放在中间的部分，中间这里。这个就是梳子，我拿，然后就跑，拿了就跑，这样子，把它丢过来，反正都是放在篮子里就是了。再来就是看一下，罐装食品都在这边，清洁剂这边也有，这一罐是清洁剂，这一罐装食品，然后。
上电视的部分就是等一下再解决，还只要找他的武器，就趁机拿东西好了。这样子，再来就是这一罐清洁剂。下一个目标，清洁剂。我看到我了，又要跑走了，马上再拿走。最快速的方法，这个很难丢。接下来。牙刷在很奇怪的地方，牙刷的位置是在这边，在这边这个垃圾桶，把它翻倒，这里有一根，就是牙刷，很难瞄准，先把这个丢掉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才是，这个就是牙刷，是垃圾桶里的牙刷。把快速的丢到篮子里，这边购物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小男孩买东西的话，得要把他赶到这边来，所以说一下要怎么做呢？一让他过去的方法，踢。欸，他踢我，小男孩踢我，太意外了，竟然会被他踢。把足球拿过来这边，等一下小男孩应该就会走过来了。欸，踢错边了，把他踢过来，把他踢过来。这样子他会去找他的飞机吗？看到了，他看到飞机了，就可以看他们的好戏了。欸，怎么直接被推走？哦，接下来他要去结账。他应该心里很好奇，这明明就是我的东西啊。这是我的，没有，这是我在卖的。给钱，不然别想拿走。就这样，小男孩付钱买了他自己的东西。不过这个阿姨怎么会以为那个飞机是他的？有点意外。快点跟我来，这个要完成的是。把它关在车库里，让它先追着我跑，先跟着我来，先把它往这边跑。这个车库后半段才会打开，所以说就是这样关起来。最后就只剩下上电视跟把小男孩关到那个电话亭。老男孩要关到电话亭，要这样子把他吓到往那边跑，之后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继续跑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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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然后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上电视的部分，进来，咦，没有成功。没有成功，再一次。咦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哦，他电话就是打给他的吗？然后就上电视，有看到我吗？有看到我吗？我上电视了，再要跑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这边就完成了。
全部完成，再往下一个地方走吧。那个地方不知道在哪里，那个地方在哪里？我就把那个完成之后，发现没有录到影之后，就有点疑惑。哦，应该是往这边没错吧？可是这里看起来像后院。哦，这里有人吗？这里也有地方吗？嗯，这里要怎么进去？哦，这个吗？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是要做什么？接下来就是另一个任务了，就先这样吧。下次应该会记得先按录影的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你想对我说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